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管学物语的分享频道。今天呢是圣诞节的前夕啊。这段时间都应该很多人有做这个交换礼物的这个活动。那这一次这个节目呢，开箱呢，是一个去年度跟我唯一跟我做交换礼物的一位，在 YouTube 上的一个更新组，还有凡凡。那我的礼物呢，在同一天的时候也都寄过去了。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收到礼物，所以今天呢，来大概开箱一下，这一个他送给我的是什么？好，废话不说，我们就来开箱吧。那开箱之后，就是里面就有这两件东西。那我本身对于百变金刚这个系列是比较不熟的。那这只是金属变体里面的一只，叫做蝗虫，那个翻译叫做蝗虫。那在网络上的一些影片里面也比较少有关于它的玩具介绍啊，或是它的本体介绍，所以会比较来的比较少一点资讯。这个它的翻译除了蝗虫之外，还有叫做瘟疫啊。那另外一只，它好像应该是三只啊，那另外一只我知道是一只像长得像锹形虫这样子，就是两只触角的，他们是同一个系列的，那也都是一样是 DS Cry， 就是第一集的玩具。然后这一组呢，这一组我刚才笑了一下，因为我送给他的也是一样的东西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啊，班代出产的这个其实一段时间了，已经出了一段时间，很长了。然后它后面呢还有一些系列哦，包括这只神龙，然后还有这只鸟神哦，龙这个是这个龙神丸是比较后面的一个系列，就这个我没有收藏哦。那这是鸟神丸，然后再来这个系列比较特别是哦，它有分成红色跟黑色，然后还有金色，就这三个颜色你可以去任意的搭配哦，都一模一样的东西，就是颜色不一样。这边他就是有介绍说他是搭配，那这个是组合型组合的玩具啊，因为其实这个玩具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断货，可是应该是还有库存量。那目前来讲都是这一款居多哦，就是金色的电镀金这个版本居多哦，所以这个非常多货，现在还有很多在市面上还找得到。那关于这个 Mr. World 这个系列，这个系列它算是我国小的时候的一个 3D 动画影片，我那时候还不是很成熟，所以它那时候的影片播起来就是有点怪怪的，我是觉得会让小孩子有点看不下去啊。可是如果你很喜欢变形金刚的话，相信这个系列你应该会很喜欢。可是它是这种变形变体的，那这种昆虫呢都是狂派居多，基本上动物的形态啊或是恐龙形态就是偏向博派，那昆虫呢基本上都是狂派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背面，这个盒子的吊卡、看起来就是很久了啦。这边是写到它出产原厂地是泰国制造的，然后啊这边有一些变形的一些教学，发炮弹发射啊，人形变形哦，该怎么站，该怎么做？他其实这边有简单的介绍，然后这边有他的那个能力值哦，还有他一些数据什么的，然后还有上面这些推坑图。等我把玩过之后，比较熟悉这个角色，再来跟各位再来做另外的这个介绍。这个盒装有点泛黄，然后上面还有一点灰尘，就知道这个是多久前的东西了，大概已经十几年前。现在还可以在这里看到，就是还蛮不容易的啦。可是网络上露天啊，或是虾皮都有这一系列这个等等的那个商品，其实还不是很少啊。只是说做这一款的介绍的影片视频啊，会比较还是少一点啦。好啦，以下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今天这个圣诞节礼物的开箱啊。很感谢凡凡，他很愿意跟我做这个交换礼物的这个活动。虽然说这个东西有点可能
服，就是就有送给他这样。可是毕竟是礼物啊，一份心意，所以我们也是收下了这样子。然后很高兴可以收到不一样的一个变形金刚的玩具哦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。我是管学物语，喜欢我影片可以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个节目见，拜拜。